种暴风雨的夜晚，雷鸣加闪电，我的闺蜜穿得漂漂亮亮去参加同学聚会，到现在然后现在还不回来，应该是在一个休息安全的地方。你放心，他很安全，起码雨不会淋到他。但莲蓬头可能会，他可能在不一样的地方感受着淋雨的快乐吧。不能想象。二十好几了，人家人家要有自由的。不是的，不可能，他肯定跟朋友在一起，没有喜欢的人啊。回不回我？我要打一个很有含义的话，我就问他在干嘛。我不在干嘛？我们要死了。在干嘛？蚂蚁。我们要死了。我们去把那个吉普车拿来，我们两个一人一台车。哼，好。哎，有人撞死他，他在地上，对，就这里。嘿嘿。这么牛皮，这个人看到你直接下车了，你看到了没？不是，他直接趴着了。对，你看这个，我看这个，我们就在圈里面就逛好了。我不，我们不，你得带我，我不能开车，我不能开车，开不了车，我不能开车，我不会开车的。